重大集合现在开始啦！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幸福海岛正义上报道。有请你！哎呀呀呀！哇，今天来到家的多好是哎，观音圣诞城区。哎呀，讲完时间呢来的刚刚好。这里是高雄市的前镇区啊，是。我们邀请了很多艺人朋友们，郭忠佑。欢迎。小猪不是吗？马可立，这边叫俊南中，嗨，乌鸦，高调哎，张文琪，哎呀，来到高雄，可以说是地灵人杰啊！高雄是南台湾第一大城市，人口高达277万多，所以人才辈出，卧虎藏龙啊！哪方面都有世界冠军，都会有台湾之光啊！熟悉的这台湾之光啊，就是这个面包师傅，没错，吴宝春啦。是啊，吴宝春师傅呢，他在这个面包界呢有奥林匹克称号的法国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之称，赞赞赞赞，对不对？在2017年呢，这个世界面包大赛呢，有另外一位主厨啊，也就是我们的陈耀迅陈主厨，他也获得了，也是高雄人，没有，对，还没讲完哦，我刚讲2017哦，2018高雄有另外一位面包主厨王鹏杰王师傅也获得了今年法国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掌声鼓励一下。不但是一个面包城市，它还是一个非常值得旅游的城市。你很爱旅游，我知道。对，小爱知道，在2018年啊，高雄被这个孤独星球评选为全球十大旅游城市的第五名。真的，全球哎，太厉害，太厉害，厉害厉害。是，还有体坛我也要讲一下。羽球没有开盘吗？没有，但是是大家喜欢的运动，好不好？我们高雄人戴志颖刚蝉联第二届全英羽球公开赛的球友，我也有朋友，我也有朋友，就是今年有来参加我们除夕特别节目的庄家荣。对，因为在这个节目里面，他是非常狼狈的。对啊，他整个趴在那个三层台上面嘛。对，所以你看到这么多人才，不是今天光说不练。我今天也代表呢，我们这个大集合呢，要呈现一个这位最主的是全国精英杯啦啦队锦标赛嘻哈大专公开赛的冠军，真的，嘻哈组的就对了。不是冠军不来我们节目的，一起热烈掌声欢迎。舞台，这年轻的舞团成军不到几年就获奖无数，真的是超厉害的啦！但我们输人不输阵，我们来 battle 一下吧！哇，看他们跳的非常的整齐的舞步，这次的果然是我们嘻哈的公主。相信谁的饶舌最有力，我的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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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气，拿我词来当武器。后你以为我不见就代表有人带着屁股？很抱歉，那是我正在起舞，充满嘻哈味道，回到老娘的帝国。Happy Baby， 我随时换成百灵果。英文如果厉害，那就一定很清楚。就说我中文不强又怎样？你爱的歌手还是被我欣赏，却得了奖，写歌给亚美唱。偶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皇后区的皇后 ，Hands up， 让我看到你们双手。Hands up， 眼睛最好别给搞错。Hands up， 这是皇后区的皇后，皇后区的皇后，回到我的宝座。好棒好棒好棒，好厉害！
有经验的胡瓜胡老师。组的比赛啊，的确是非常高档的一个竞赛，尤其看您那个图尼西舞团啊，他那个舞曲啊，那个尼雅斯全国精英啦啦队锦标赛冠军，尼雅斯的舞团呢，他们呢非常轻松自在，而且融入的默契非常十足，选的歌曲非常好，这个曲风相当好，他唱歌没有什么瑕疵，而且歌曲旋律写得非常新颖，所以我觉得这个歌曲的曲风相当好，也非常适合你们啊。那第二组呢，那个歌呢，男生有点飘掉的音啊，而且歌曲没有节奏那么快，也不太适合跳这种舞，所以他的曲风比较差一点。请你来是凭舞蹈的部分，不是歌曲音乐的部分。那你们拿耳机给我干嘛？我就专心听歌啦。因为刚刚有讲说你是那个武林30年的这个舞蹈界，所以我是舞蹈是配合音乐的嘛。那更奇怪，你跑的更不像，那跑路的人来当评审。你跑路怎么当评审呢？你跑路的人当评审。那个胡先生，还有各位跟着讲一下哦，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还有体力。节奏呢，其实我在跑这5年我就深刻体验到节奏相当重要，你要配速可以感觉得出来，我这个5年只是个里程碑，我接下来的5年10年我也会让大家抓不到我。这个两组的舞蹈各有它的优缺点，这两组光凭这一首歌要评下一个胜负，我觉得有点难。我觉得舞蹈最难的是一一个个击破。对，如果两组能个别啊，可以加赛一下，多 battle 一下，我们可以更清楚看出谁的功力会好一点。对，不然分数其实很接近了。对，我的分数给刚刚第一组的图尼西比较高一点。图尼西比，尼雅斯，尼雅斯，我给到的是92分。对对，那我们这一组，哎，等一下，你们是什么队伍啊？蓝眼布鲁艾斯，蓝眼叫蓝色的兵啊，Mature Ice，不是什么取名叫蓝眼睛？哎，你在这个电视台工作，你居然这样询问我啊？为什么？蓝眼睛话，我们是台湾哪个电视台？台湾哪个？就拿这个舞，蓝眼睛舞蹈团，看到没有？哦，快写快写，搞清楚了，你还评审长，你当总务部好了。这个人有点干，所以我觉得我分数不能给你高，你拼命给他高，对不对？我给他90，要给他90，结果你给这组90，要给他90，你不打成平手了？平手了，平手了，对了，平手，平手，平手的话，那背斗，好了，来。
是30岁，真的哇！和两组拼搏呢，但是友情还是算，这个是友谊性嘛哈？没有没有，我们是没有友谊的。最后评分评分怎么评？很难评啊，不如这样，我们来广播会好了。喂，那找评审来干嘛？那前面我这没找评审啊，我找庙公就好。干嘛跳得那么辛苦？他们还是最厉害的啦。哦，我很辛苦，但是他们也来颁给他们最厉害获胜。他们赢了，赢了，赢了，千块的红包。他们这一 round 算略胜一筹了，对对对对，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团员蓝眼睛一个机会呢？找个这个游戏把它拼搏回来。台湾狼来把揪，哎，这样我们讨回来。对对对对对对，台湾狼来把揪，来来偷偷的来，那就进行热舞大风吹。我们武器看起来好像输了一点点，但是玩起热舞大风吹可是没在吹牛哦，大家一定要加油！四抢三，抢到最后一个人呢，获得3000块。好。预备，热舞大风吹。挤掉要挤哦，他们一定很会挤的啊！你看这两个人坐中间都会挤，而且他们四个人在跳，他们三个就是好像在舞蹈比赛在跳，对，他好像在夜店狂欢一样，就是在夜店嗨这样。姚姚只剩你一个了，讲完了，讲完了，讲完了，姚姚来了，加油了，热舞大风吹。留下你跟他，姚姚未必会输。哦，不会必哦。刚刚那一位厉害了，他们舞蹈老师阿咪老师的，好会跳哦，很会跳的，而且很会撞。还有是你们两个自己撞自己的哦。对对对，气势很好哎，气势。现在是 one by one 了啊，最后一个总冠军来举杯。做身体的接触，对，一定要对立，要跑前圈，你怎么跳没关系，要跑前圈，两个摔跤了，你们两个都对那一台摄影机在跳，旁边的两个摄影师不是人吗？他们都抗议了，对，还有位分开了，不能接触了。太厉害了，对啊，我平常还有在练的，对啊，还有在跳，好好看，他们这一组也很强啊，对啊，对对对对对，整个人夹住椅子，你知道吗？对，虽然他们没有获奖金，我个人还是要颁发1000块给你们的，谢谢你们，你们。
一样还是很精彩的，好不好？来邀家人吧，谢谢。谢谢，继续加油！希望大家努力啊，将来能成为台湾之光。是是是，很棒！来，台湾的舞蹈太厉害了。对，嘉哥，我跟你讲，今天呢非常厉害，因为我身为高雄人，也要来介绍。他也是高雄人，是。高雄人出好顺啊！我今天要介绍，这是人小志气高的一个团体。哦，人小志就是很小了。对的，很小，又小又可爱。他们的团名叫什么？啊，他们团名叫做 Miss Soul。Miss Soul。你不要加念英文好不好 ？Mini Soul。Mini 嘛。Mini Mini。来，欢迎 Mini Soul。너를품에안고비상해걱정은버려지하에모를하든간에하나라는수식어明明是舞团，平均年龄13岁，年纪小，但个个都是小小舞王，跳起舞来真的是超专业的啦！今年2018年在 MV 舞蹈模仿大赛还勇夺亚军的好成绩哦。是有老师教吗？有。老师在哪里？老师在那里。老师，来，老师，你好。老师好。老师好。你是？我是高雄收兵舞蹈教室的老师，那我是亨利。然后呢，我就专门在培训小朋友，就是为了让他们有朝一日有梦想的小朋友可以往他的梦想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要从小要栽培他们。没有错，现在就在栽培了。我们要在地。他们真的是很精彩啊！对啊，厉害，真的厉害。绝对不输台湾团的，太厉害了。但要玩热舞大风吹的话呢，我看是很难的，因为你个子都那么小。对啊，我们挤都被挤开了。会不会放开了？他蛮高，我们可以的。我选一首歌给你们如果能跳，就是3000块奖金啦。真的吗？对，freestyle，你们随便自己跳，好不好？这是临时抽考啦。对，那这个音乐呢是台湾的名曲。我们综艺天王胡瓜的没大没小吗？但这音乐一放，可是吓到我们这群小舞王们，他们连听都没听过，是要怎么跳啊？瓜哥，真有你的！很放肆的轻摇，可以让我难过的更好。没大没小，把悲伤放掉，这样的世界会很热闹。没大没小，有一点撒娇。听到这音乐的时候，你是不是顿了一下？你老实说，为什么顿了一下？有一点点，对不对？是因为是节拍吗？有一点感不到。而且最重要是，你要熟这首歌嘛？熟吧，这首歌熟吧？不熟。
这个世界名曲听过吗？哦，这歌你没听过？没有听过哎。好听吗？蛮好听的。对呀，好听啊。你没听过？没有。你们几岁啊？12岁。难怪发这首歌的时候他们还没出生呢。废话，你发的歌我们甚至是我都还没出生，年代太久远了。你不是说用什么台湾的名曲吗？不是啊，播太新的不叫名曲啊，播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太远了啦。那你那个音乐一放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互相看呢。他们，你真的是放动慢动作重播一下。哎，我是好意的，不是好意，希望把人才留在台湾。我的一片苦心。我们不是斟酌在歌曲嘛，是跳的舒不舒服嘛？舒服吗？他们还蛮舒服。没有，你有一点硬跳，对不对？有硬跳，对吧？硬跳啦。你有硬跳吗？有，你们问了半天都还不知道谁的歌，对不对？你知道这首谁的歌吗？这应该是您的歌吧？您的歌是算聪明的。他曲风其实很像周杰伦，你不觉得吗？很像。你要睁眼说瞎话，哪里周杰伦？小孩子这样教就对了。这个是胡瓜啊，瓜哥啊，瓜伯伯，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了吧？三十年有了，没大没小。对，没大没小，他们听过就知道，回去好好练就可以了。谁要练这种歌？他们多好多棒，可以栽培的。小小舞王果然是不同凡响啊！瓜哥出这招也能硬是接下来。在地姐姐们的舞蹈也是婀娜多姿。再来介绍一下所处的高雄草衙朝阳寺，主奉祀观音佛祖，可是有344年悠久历史。接下来我们来玩欢乐不倒翁。欢乐不倒，哎呀，这个水杯赛，我们今天是来团体赛好了。团体赛比较热闹一点，真的吗？累积水量啦，谁的水量多就赢了。哦，我跟那个观众比赛，我后面金主很多啊。竟然当署长了哈！哎，你好，哎，向大家问好不？哦，好啊！民视电视公司由胡瓜领导的综合乐团哦，啊，今日来到草衙哦，要为着咱提倡这个，咱这个节目非常提倡这个教育，迄个运动就对了。是哦，啊，配合咱中央市哦，咱中央市这县市大地哦，非常的支持咱中央市啦。啊，咱要配合这个胡瓜这个节目。我要把咱这个体育做好势，好，咱个国家哦，跩青年少年，大家拢少年就对啦。好啦。多谢啊，我代表同志党干事会哦，欢迎咱胡瓜所领导跩艺人工作人员哦来到本市，非常的多谢，谢谢。当然多谢你，啊，你麻烦你，我知影你后边有会计、背包拢有钱，好的。杀鸡毛耶！快就快进来，好，别来，好，别来加码啦哈！对对对，餐厅，杀鸡毛哦，杀鸡毛，餐厅你也到起来哦，非常好，谢谢。哥，我们过年的时候回来，团圆也都去那边吃，是啊，高雄也要去的，三姐妹，来。他那公司招金呢？啊，招金，招金，哪公招金了？张招金，张招金，我哪公呢？哪公呢？叫招金，张招金，还是有一两兄弟，一两 rap 张招金，都有识晒啦，有啦，都有啦。哎呀，光伟雄金，那拜托了啊！谢谢，唔能走啊，唔能走啊！哈，来，哇，你金主都找好啊，得，我来特等，你好啊，参加一下，那欢迎第一组来，来。先看看他们有多强，我们才来调兵调将。好啊，好啊。这小孩子一看就是很弱嘛，哈。对啊，你多大？几岁啊？16岁。16岁啊？嗯。是练足球的。足球。足球哦哟。足球。哇，踢足球的，跑全场很累耶。对。哇，这个体力相当好。脚力很好。可脚力好能跳远吗？这个是个问题啊。这个强项是要跳远的。是。啊，这小女孩非常可爱，你好。好白哦。你好。你脸色太苍白了吧？啊，对，因为很久没出门，很久没出门，对，今天特别来。哎呦，清明节出来了，怎么有人说很久没出门？
出门呢？对对，现在四月份清明节出来了，运动下，当然来运动了，好，来树德科大的，这是什么戏？表演艺术系，表演艺术系，很久没运动，可以跳吗？可以，可以啊，嗯，哇，好，有加入正妹，我们就有活力了，对啊，来，音乐系，不是问你，不是你。你好，我说奇怪，怎么多一个女生的面熟面熟？我讲面熟啊哈。来，你呢？我是跑酷的，跑酷跑酷的跑酷，对，跑酷很厉害啊，就翻箱越岭的。对，哎呦，有时候带下下，有时候现在带主观试镜，在从楼上跑来跑去的。对，把它录下来嘛。现在极限运动都这样啊。网上很多这种影片其实非常的流行。是，你是跑酷系的？跑酷跑酷，你是？哦，跑路系的。你就去跟他比赛好了啦。我是不能带那个 GoPro 啊，哦，会被发现。那这样啦，你就对他啦，我对他，对不对？一对一嘛，好嘛。好，那翔哥，你要足球的，我们不能派太弱的。哦，我们他打棒球的。女生的话，女生这个表演什么戏？表演艺术系的。今天我们有哪位女艺人来挑战呢、啊？要能轻巧地跳到红碗上，还要能保持量杯中的水量。大家都那么想玩，所以要比一下才知道该选谁。哎，结果竟然是张文琪赢得挑战权呢！观众朋友可是等着赢我们的艺人哦，大家千万不要漏气啊！现在真的比赛了啊！冠军者有3000块奖金。哎，六个人，三个人。五千啊！对嘛，5000嘛！大家要拼命啊！好，一位跑酷，来一位。好，跑酷的选手。轻哦！哎，我跟你讲，他850第一棒，我本来想打那个马国碧，对，不行，第一棒他呢就被修理得很惨，没有信心。哎呦，你们信心会被击垮。有道理，有道理。翔哥也是850，他们就不一定会赢了。对对对，好，翔哥先第一棒，我来先跳，我先轻跳一下，来来。本来第一棒是马国碧的了，但我觉得对方都850了，是我们现在压力也蛮大的。不然第一棒出发就已经输人300-400，不行。后面追会辛苦。对对对，少输一点，来一位。站起来！1秒钟，2秒钟，3秒钟，怎么下来？刚刚那位腿很长，我觉得你跨过去不是很好，跳舞。你要跳过去就好，可是这个会倒哎。哪里？你不要碰到他，会倒。你手撑着脚先出去，身体也跳出去。掉出来也算你的。多少？我920哦，800，780，输60-70，哎呀，还算接近啊！不能第一个就输300，后面不用看了。对了对了对了，现在一人暂时输70啊，差不多。来一位，你要爆了！哎呦，正妹加油！2秒钟，3秒，小心下来，不要溅出来，不要溅出来。倒掉，喷出来。哇塞，有劈腿哦。多少？跟我一样哎。780。跟我一样哎。780。那怎么打？跟我一样哎。第一棒就对上你了，那还有一个800多放哪里？你没看马国碧有办法850吗？你要850啊！对啊，可以啦。现在我们暂时输850。刚刚你试跳的时候是500，对不对？500就差多了，那你就尽量跳了，好不好？你需要加油了，文气加油！
我们现在暂时输850了，看张文琪了哈。没想到他们女生跟我们男生一样强啊，压力有点大。应该欢呼一下对吧？要要要！证明证明。再次，我们欢呼再次。正面要加油啊！正面。不是，老师，我们要帮他加油，但你要喊他的名字。哎，你要喊文琪，我们就喊加油；你喊正面，就不晓得他叫什么。我们在喊的名字叫正面吗？来，对，你叫什么名字？正面。我们不要当正面，我们给你换一个符号。哎，兄弟，兄弟，兄弟加油！加油啊，兄弟！欢迎起来了！不说，站起来！没办，小心站起来，慢慢来，不要浪费，拼的。兄弟加油，兄弟！再来注意，兄弟，撑着点！还有800多不输了，站起来快900！没有，你的左手撑住，左手压住，脚下来。我怎么是美人鱼的姿势啊？对，脚下来，兄弟，加油！兄弟，兄弟！900吗？对不对？800！哇！平手了！完全没有料到，兄弟！你跟他平手了，跟兄弟平手了，你跟姐妹平手，你跟兄弟平手，我跟姐妹平手，兄弟平手了！哇！棒！现在最后一棒了，最后一棒了！加油！输赢就会棒了，你先听的，男生，哎呦！现在平手了，最后输赢就放了你跟马国碧了，因为韩琦，他比啊，好，最后一棒胜负就交给你们了，机会来了，不要动，好，1秒钟、2秒钟、3秒钟，下来，小心不要再抖了，不要再抖出来了。你滴两滴出来，你看多少？刚好700。700，本来有723呐，差不多。哎，又旋出来，700了。它的总和为2330。好，最后一棒，超过700我们就赢了。当然，对，低于700就输了。好，大家有策略，要加油，要加油。还钱我就跳得很远。还钱，对，还钱，可以正面一点嘛？对啊，没有啦，那就韩琦，你给我海琦，大家一样的，正面一点，马吉啊，马吉，马吉了，那个韩琦你马吉嘛？好，马吉好啊，两个就屌的啊。脚太短了，脚太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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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太
手脚比较近的。一样，都一样。手压着，手压着就好。马吉，两位，两位，腿很重要。好，要拉住，要拉住，不能倒了。你离开，离开，离开。好。啊，来多少？表情很差。哎呀，五百一啊。五百一差不多了，五百一总和多少？差二一四，差二百九。你们的总和是2330，我们才2140，所以最后三组的团体赛获胜者是你们。是的。哎，你也会计，你也会计耶？哇，你会计？你也会计嘞？杀多杀多少？今天杀杀鸡毛呀？鸡毛才多。感谢人，生意才会旺旺旺。哎，那请你嘞，他给你哦，你来啦，你三姐妹，他给你们来颁奖了啊！优秀的同学啊，谢谢，谢谢，谢谢，辛苦了，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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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啊，谢谢。今天大家都在介绍世界冠军，然后台湾之光嘛，是啊，高手很多啊。对，我想说，我今天可不可以介绍一个我的田径界的，也是台湾冠军？真的吗？对，冠军都可以啊。为什么我今天要介绍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玩这个很适合他。他是属于他是也是跳的，跳的，他也是跳的，他是三级跳的，三级跳，三级跳。那这样，我们不要用水来绑住人家，就跟跳跳远，我们以前最多到300就一亿可以丢。有，对不对？因为这个跳远之外呢，还要平衡站在晚上。对对，那请他进来。今天刚好来到现场。来，进去。台湾运动好手，人才济济。现在这一位也可以说是我们体坛一名高手中的高手啊，李奎龙，全运会男子三级跳远成功跳出16公尺14，这可是不得了的成绩啊！他连金牌都带来了，金牌呢？我看看，这是全国运动会的第一名的，全国运动会。这个呢？这也是全国运动会的哦，然后连续2届，真金不怕火，你看。然后这是我大专运动会，哇，三连霸，是是，这三级跳跳到现在跳最远多少？最远跳到16公尺，16公尺，知道吗？16公尺，160公分啊！他是近26年来第一个跳超过16公尺，26年，近26年来，十六年，我们没有那么大长度啊。是啦，他16公尺跳三次，没跳哦，在上面没跳，他是端这样。那这样可以啊，让他来好好挑战一下。对啊，那我们要派人嘛。我们现在从275了，275，先测试他的能耐。275先3000嘛，对不对？300就6000嘛，325就9000嘛，350呢就12000嘛，12000。这样我们那个这样跳 ，OK， 可能没体力了，到后面没体力，没体力。对，你说什么？我们都能参加吗？谁？我们，你们谁要参加？你明明只是你想要参加，你们想参加吗？这个奖金是由我们这个公庙提供的。哦，真的吗？大家有参加的吗？可以可以。难做。我跳不上去。跳远跟那个伤大有关系吧？对，有关系。我们太高，哎呦，我们腰比较长。不管多少人参加，从250就一次就可以淘汰很多人。真的真的，不用再讲他多厉害了啦，好不好？来，那就男中第一棒，男中啊，虎牙第二棒，你第三棒你压走，来，来来来，请准备，起跳275，275没有这个加跳的，来，正男中第一棒，因为加油。好，正男中缓缓的从后方跑来275的一个距离。你看他的手脚多长？对，很远，对不对？哇，好远啊！你看他脚多长？275怎么跳到300？我就说275就淘汰一票了，搞不好275大家就结束了。我应该在那边就摔下，在这边，我应该在这边。对呀，下来。虎牙，你要放弃吗？我可以，你可以吗？来，加油！预备，好，加油！加油！好，来看看他怎么起跳上去。上去。3秒
重。集合上去，集合上去。哎，等一下，等一下，为什么他跳那么轻松？其他两个摔得跟狗吃屎一样。他跳的比较高一点，高一点。你也学过跳远，对不对？对，因为这个不能太冲，高远的跳远要高嘛。你学的跳远是定点的吗？哎，助跑的。对，是跳远呢，因为沙是要冲没有错，但是这个它不能冲，它是立定，要立定，还有网，所以距离会缩短，但是高度会变高。那你怎么现在才讲呢？他们都没听到。对嘛？没关系，米莎275过关，他没过关你就独得3000了。好，来来了，换你了，奎龙，不要太为难了，来奎龙，预备，好，奎龙换你表演了。好，这跟三级跳绝对不太一样的哦。1秒钟，2秒钟，3秒钟。哎，学跳远真的有差呢。可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距离没有想象中可以跳16。对啊，你这么极限的，对不对？再拉长一点。没有，他不能冲太暴冲，太暴一站烂了。还是要控制。有时候冲很容易，要控制很难。对，跟我们在跳的时候差太多了，差太多了，不一样。一个是全力冲刺，啊，一个是慢慢的，然后再对技巧性的，这是技巧。那你可以刚刚是275哦，我们现在把目标拉到300了哦，300就6000了。各位，两位来，请各位加油，看一下哦，距离是300了，很轻。来，来郭忠佑先来。我现在看到郭忠佑那助跑距离拉得非常的远，你要跳300的距离，郭忠佑起跳。简单，没有简单，没有简单。我刚刚很吃力的，这个运动健将，吃力啊，运动健将。那你可以演的吃力一点，比如说喘一点嘛，这样。这个就不要演，不要演，没关系。我刚蛮吃力。这你他是给他学弟哎，学长压力，压力。学弟难看而已，来请坐。加油！16000了哈，没错，已经有人了，郭忠佑在等了哈。郭忠佑的300已经达成了，我们的奎龙遇到这样的一个距离。1秒钟，2秒钟，3秒钟。你刚刚后脚有一点危险哦。你那个后脚不要碰到那个黄垫哦，危险。你的后脚差一点碰到黄垫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啊。对啊，看你还，如果碰到就算失败。有碰到吗？没有勾到的感觉。啊，没有。很会装哦。接下来就难得看到。325就难得了。325了，325了，再放上个325。325，我就越来越远了。9000啊，9000一分。距离来到325，跳远的选手郭忠佑，两人距离之后起跳，1秒钟，2秒钟，3秒钟。325已经有人拿9000了，那就看你了，加油了，9000了。好，奎龙，他只算了6、7步而已，7、6。1秒钟，2秒钟，3秒钟。他其实跳也蛮轻松的耶。哎，6、7步就可以跳那么远了。跳这么远了，金牌选手嘛，现役的嘛，有什么好夸张？接下来越来越难了。那350就拉到刚刚12000了耶！350啊，12000啊！12000，速度推向350。我们这一关两个都没过的话，就一个人4500了。好，是啊，就9000块嘛。有的就当独得，就先独得了。来，请。好，来，现在是挑战350，12000奖金。这个距离非常非常的遥远。350啊，可以补考啊，可以补考，可以补考了，因为好，350的距离，瓜哥说如果没有过的话，可以再次补考。郭忠佑第一次的起跳，飞了，飞了，好厉害！哦妈，1秒钟，2秒钟，3秒。这12000你独得了啦，空中飞耶！你应该不会过了吧，奎龙？奎龙过不了了。
350过关呢。是啊，这样子啊，决胜负比较难一点，还要再拉远。400啦，破纪录。没有了，400没有了，375就好了吧？没有，375，我们有375吗？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样子啊，把这325把它当350嘛，然后把它拉到350的话就是375喽。325。好，好，375就15000了。15000了，哇！15000，15000。一跳，来，请就位。这中间距离多远？因为375跳到我们的距离板都不够了，硬凉的。郭宗彪3.76，郭宗彪3.76，郭宗彪3.76，我差一点的，他有踩到哎，其实是有一点的，而且我真的太长，太远了啦。等一下，没有他也不会过啊，不会过，你们两个还可以均分60006000啊。对啊，你应该也不会过。他不会过了。我尽力，我尽力。他正在尽力。来一杯。好，回龙。来啊。375，差不多。375没过。我们来看看回龙。稍微累了，有一点累了啊，有一点，他说稍微累了，稍微累了，不要再挑战了。还想要再挑战吗？因为如果再挑战，可能会到18000或2万。两万这样的，我们这是最远的记录了。没，最远的没有人跳过了。怎么样？没不行的吧？你想留个记录是吧？可以吗？400，哇！现在地上粘的就是400量过的。400已经是破纪录了，我们最高有到375啊，400就是没有人过了，没有人过过。那你反正是台湾保纪录保持人，你看能不能破？对，而且现在如果400，你说价钱喊到了多少呢？刚刚15000了嘛？刚15000了，18000嘛？18000，18000，好不好？好，你现在是赌哪了？郭宗佑已经没过，好不好？18000，你已经有15000了啦，看这个不过来，来加油！一杯，没有因为400而往后退他的助跑距离，一样站在同一个起跑点，挑战史上最远的400的距离，最远的400的距离，还有。怎么飞的？瓜哥怎么办？好强啊！弹一下，他可以弹这么高哎！他爆发力很好啊！哦，威德利棒抛啊！威德利棒抛啊！啊，威德利棒抛了！对啦，真干的啊！当属定啊！当属定啊！囧完了，囧完了！哎，今晚你满背壳啊，那没跳小一条不？我靠，修啊修啊好了，我跳了一破伤。修啊修啊！修边修边啊，我跳了一。哎呀，世界冠军我看会跳到无包的。无大无大。哇，大概讲个贷款呐？还贷款啊？贷款你啦，阿你啦，处理姐来。你两个处理几万块啦？哦，啊，我两个处理8000的，我3500啦，来，哇，你跳高嘛，跳高蛮贵。那是80002000，满八颗啦，个高嘞，真啦。跳高蛮贵的。回笼啊，回笼是，啊，董事长，恭喜8000的红包。回笼，我那三级跳的啦，哦。谢谢三姐妹，谢谢，哎，来继续送幸福。400公分嘞，这也太夸张了吧！
平常要一般观众能到300公分就很厉害啦，竟然挑战到400公分，郭中佑的表现也真的很不错，我相信李同学下次一定能够再突破到400以上。体坛有你们真好，继续加油，为国家发光发热。接下来瓜哥安排艺人玩开杠传奇。开杠传奇，好耶！大家知道游戏规则了，喜欢喜欢。对，有4个女生，对，一二三四五六个男的，对啊。我们要找两位女生观众来补一下，两位啊，找女生观众。为什么我们发成这样，阳盛阴衰了？对啊，为什么每次发你们都有空，好奇怪啊！对，要刚好。好，没关系，这签有10支嘛，十个人嘛，我先抽一支，那你们抽到不管男生女生抽到跟我颜色一样的呢，就当我助理主持人了，就不用玩了。其他的就颜色对颜色了，但是要有奖金鼓励。当然当然，这个奖金呢是3000块啊。对对对，阿亮我先抽了哈，你先抽。是，大家认真。我们最后咬到饼干最短的，上次有示范过，最厉害的是，我忘记了，是你吗？你跟谁？郭忠佑。史密达。史密达，两个女生嘛，咬到只剩下不到1公分，0.7，太短了。好，来我先抽。好了，啊，你要拿蓝色拿起来啊！蓝色啊，那就看谁抽到蓝色。我是蓝色，所以你们男男女女谁抽到蓝色的呢？就是助理主持人的，跟我一组的。哎，来，我们请男生先抽好了。好，好吧，五羊先来。好，五羊不要，五羊拜托不要抽蓝色。你有吗？没有啦，我没有了。现在抽配对，OK？不要，蓝色，你不要玩了。一切都是观音娘娘安排。对啊，那你要讲到你来抽了，我们两个好，来先收起来。这一队已经没有了啦。粉红色，你抽到。谁要马克币？谢谢你抽粉红色。粉红色，谢谢粉红。相信把红的抽掉了，不要啦！行，我跟你讲，你先让他们两个女生先抽一支起来嘛。真的，外面抽到流红了给你们。不会啊，你先让他们两个抽一支起来。你想命交给别人，好来。对啊，那谁？你觉得谁先抽？那个小猪抽吗？还是？我觉得两个我都可以。好来。是谁先抽？我说两个谁先抽我都可以。剩下你们两个还没配啊？我跟他还没抽啊，我们还没。你配也不在黄，眼睛啊，不是先抽啊？怎么这样？刚刚那两个我都可以，这两个我都不可以。观音娘娘多好，留下这两个绝配给你。真的，我千里眼顺风耳好不好？看你先抽，红绿先抽。好，我绿色嘛，对不对？我起。你的也抽掉了，是什么颜色呢？对啊，好，张无忌你每次配到女生的，我跟你讲，因为同性的会比较好咬，比较不怕尴尬。郭忠佑他很紧张，我跟你讲，我跟阿翔我们也不会怕尴尬，我们也会咬得很近很近。记住，有3000块奖金，不是在开玩笑，有3000块奖金。好，来第一组，刚谁第一组配对的？第一组，来，请坐。配对两个先嘛，先懂的来，这第一组来对。好，加油！
来，准备来传情了 ，B 哥，有机会赢。大家，我想问一个问题，哎，什么问题 ？B 哥，你刚那个文曲马马上有咸酥鸡，你吃了多少蒜头？味道重啊！我咬了。咸酥鸡，我都算是蒜头和洋葱，一公分多了，应该1.1吧？1.1，差不多。哎，这是第一组的1.1啊！哇，那这个好成绩带来，大家加油了。第二组是。好，来第二组了。 好，来，跳舞啊！好，跳舞啊！来，好，两个都正面，好，来，互相夹哈！哎呦！ 差不多，差不多哎，这个差不多，应该3到4，一个5到6，那个没有到5啊，要跳比较高，要让你们比较高，对，比如稍微长一点点，来，比赛啊，他们要跳，他们是比较短，暂时领先，真的要紧张，奇怪，我觉得我没有在玩游戏之前心跳很快的，我现在好紧张哦，有些是新开心的，跳很快，现在是恐惧的，加油，加油，加油，我们会加油的，好，我要来喽，预备。 来，等一下，等一下，让我笑啊！快点，近一点，有奖金3000块，3000块。你们，什么烂招？你是个踢笑啊！你不是假人了，你才笑。 我不是继续吃，嗯，因为他整个绕身上很重，我撑不住了，而且还吐一节出来，你还吐一节出来，因为他如果想要继续，太重，这太重了，你看，哇塞，横跨3公分呢，你看，对，2公分，2公分，而且是我们就是过去的时候，他有一种恐惧的脸，他是，没有，我们还是往前吃的，对，玩游戏还是认真的，他不是勇气了，导演，2.5公分，2.5，我都听到2次了，还有2.5，2.5就听到了。
所以呢，这一组获胜的是姚娇啦。因为郭宗佑跟一点一秒，他们是0.9，你们啊，我们一，你是一，那我们呢？你们最烂了，好，我不服气，再一次，输了就输了，服我服我，对，大，你不要夸他嘞，入神了哈，哎，塞红包了，颁奖给我们的今天的优胜者是妖怪，太好了。又牵最好，然后又咬最短，人生实在是太好运了。强萌啊，强萌啊！好，恭喜姚娇。好，再来呢，再拜托你进行秀坤姐哈。好，谢谢。再次谢谢当属丢了。好，干爹。来，我们继续送幸福。谢谢。来，我们的。我们这个游戏开杠，你是什么团队？我们是街头健身的表演。街头健身，对，哦，街头健身，所以你要来啊，他也要来玩这个游戏。对，我们想要挑战看看，开杠，对，想要挑战，开杠，对，开杠哦。街头健身我们不一定能赢他的。哎，街头健身很猛的，因为我们街头健身，所以你们有健身房吗？哎，没有，我们有一个训练中心，但是我们主要是以单杠、双杠为主。对，就你有证照？我们有那个街头艺人的证照。这个还要街头艺人？因为我们要去表演，我们有在很多的百货商场表演过。对，那有一些地方需要有这个合格证照，那我们有去考。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拥有街头艺人的街头健身团体，全台湾第一个。对对对，街头健身的街头艺人第一个。对对对，第一个。全台湾第一个真是蛮稀奇的啦。健身也可以当表演，因为一般街头艺人常见就是乐器，没错，对，或是一些那个装置艺术，装置艺术有没有？对，所以你们靠健身可以变出一片天。对对对，那今天不能随随便便来上杠啊，我们先看表演了。看一下，好，看看表演。来。来哦！街头健身哦，来哦！哇塞，可以这样，真的是街头健身哦，还有力吗？也太好了，补了了吧？这边补了了吧？抬平了吗？哇！太强，难怪能考到证照啊！这街头健身一票年轻人，哎呦，真的是，真的厉害！你们平均年龄大概几岁啊？十九、二十了，哇，很年轻啊！最早发起的是你是吧？我跟他们比起来的话，应该我跟他同起发起的，对不对？对。刚开始一定是一个两个人嘛，然后很多人就志同道合。那你怎么看见他们的？我们就是。大家在公园练，然后互相，你来拉单杠，我来拉单杠，身高也差不多，对对，然后，拉不起来，要不然我叫你拉一下，然后教学相长，对对，同时也问说你们平常是有花钱去健身房吗？都说哦，我们都是没钱的，好，那就来了来了。健身有这么多好朋友，这是一件幸福的事啊！一起运动最棒，而且可以把运动的这个概念啊传播到每一个角落。刚刚我看到他们这个些动作，我都做不起来哎。你当然了，你就不用讲嘛。有一样我可以啊。哦，这个有包含吗？可以控制啊。这个
你可以，你们谁会那个？你是的，不是啊？你可以先请教他的诀窍啊。诀窍是刚刚是谁跟谁？国旗啊，国旗。我做的。国旗的这诀窍是什么？诀窍就是上面的手要拉，下面手要推，所以两个手发力是不一样，一个是靠背跟的核，下面这个是靠肩膀、三角跟三头，所以是你的核心要绷紧，屁股夹紧，然后大腿绷紧，简单讲就全身都要出力。哎呦，哎，最主要发力还是在手臂、上臂跟下臂。哎，他这样经过他这样讲的很清楚，我还是不会做。完了，是啊，我回去练练看。我总要试试看，真的。第一个比较简单的讲法就是，上面手抓着，下面手抓着，然后身体就起来。哦，好简单了。来，大家，我们来，是是的，来给郭俊文靠近，他可以教你啊，来，好，都抓在最里面，不要上面啦，应该这边，哦，平行这样，对，好，一抓一推，哎，瓜哥，你要指示什么？上，来，等一下，啊，什么事？我先慢慢辅助一次，让他抓感觉，哦，你这只脚借我，先抬高，这只脚抬高，好，来，这只手开始出力，然后这手用力推，这只手夹，他们这只脚夹起来，双人芭蕾，核心要夹紧，其实他已经很好了，哦，加油加油。哇！你先放下来，我要指。啊，浪费体力了，你脚手痛啊？没有，他说他已经结束了，没有办法配合你。这腰蛮酸的，对啊。但是侧腰，对对对，我不会太为难，我不会太难动作，你看我就好了。预备，上！好，你一起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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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完全不行嘛，完全不行啊！试过才知道，多难。试过才知道，正南宫也不行啊！正南宫，啊，没有没有没有，正南宫也不行。可以吗？我要不要试看看好了？来来来，正南宫，好难哦。来来，你叫他，不是啊，这一手推，哦好，一手上下，这一手拉，好，好了好，好，预备，好来，撑起来撑起来，这边处理这边处理，好，好，请开始。我可以帮你辅助，好。你的脸好难哦，右手抢嘛，右手抬起来嘛，不要，你现在手要跪起来，右手再往里面一点点，右手再来靠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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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靠紧哈，对。等一下，这手先开始出力，这手用力推，好，然后接下来这脚用力夹起来，好，用力夹，一二，顶住，啊，有了，有了，有了，表情有点帅，脸上放了按摩器啊，都是拍我脸嘛，对不对？对，有有，我没有没有拍到你全身，可是那个教练，我们后板踢板会踢掉。他们太厉害了啦，太厉害了啦，强啊！这样的，我们杠上不能玩太多，对，不要玩太多，挑两三个就好了。好啊，重点是的各个击破。本来我还想派你去吃软豆腐，这个不行啊，我看。他们的重量上来，我受不了。我看你也不行了，我看你。哎，我们还有乌鸦，来来来来，开杠，闭闭嘴，闭嘴来。有好戏看啦！开放三位健身达人来 PK 我们三位艺人朋友，最猛的道丁来开杠，现在马上登场。那其实大家提议，说一个人把五个人都拉下来哈。准备好，比赛开始，接龙，接龙，接龙，五幺五幺，一个高，啊，帅天龙，踩在这边，但是被反制了。哇，接龙健身的果然厉害，啊，小心啊，左脚插的，摸到五羊的两脚内侧了，五羊被逼到了角落。哇，他们好有力啊，可能会打上来耶。刚刚五羊是领先的哦，现在五羊被压到了，终于开始在上脚了。哇，他们好准，他们
珊珊，你好精彩啊，不要，他本来吃定我们的，结果你看到没有？哎呀，你有啊，很能。我觉得这个同学啊，错人家的。都看到哎，他不是担心哎，你有没有感觉？超快的，你故意的吗？这个健身什么街头艺人，一定都很疲累的呀，真的有点疲累的耶。对啊，还说一个要打五个的哈。哇塞，遇到五羊算硬的耶。是是是，真的。你的精神实在是太让人佩服了，太佩服了，一直想要翻转。好厉害，五羊虽败犹荣啊。来来，郑南中，好，来，这个真的不容易。对啊，我们搞回来。硬汉呐，都哎，这天我好丢呢，没喝跑，人家都这么辛苦了，我们拍一个软一点好了，拍软一点，对，马虎臂啊，马虎臂，不软哦，哎呦，我最，马虎臂也是街头健身的哦，我可以长跑，有那个短冲刺的，马虎臂冲刺了，你知道吗？好，来，五年没有停过，来，请进，机会来了，机会来了，预备，来，陈宇杰。正式来一个啦！正式来一个！不要开玩笑，不要急，轻松点。好，预备，近一点来。不会了，不会了，不会踢了，不会踢了。好，比赛开始，同学一样夹上来了，轻轻的把它夹上来，然后开始甩他，投币，开始甩他，弄他的头，转他。来。两千来，来，我们给他一些奖金哦。刚刚也精彩的表演，对不对？同学，我们4000块给你们了啊！谢谢你们带来的表演啊！你们很精彩的表演，谢谢。来，我们继续送幸福们。哎，我是第一次听到街头艺人证照有健身这一项哎。不过大家齐聚在公园练身体、交朋友，长保年轻、身体健康，一举数得啊！接着我们来挑战，我是邓力士。前面已经感受到高雄的人才集体了，我相信接着下来挑战者也一样都是高手。哎，我是邓力士啊！邓力士，你看到现在夕阳西下了。对，我们背后就是朝阳市啊！啊，拍得清清楚楚的。快点，快点！啊，是四大天王，是还在。我当然卡就顾啊，这当然好好给我们加个码一下，好吧？没问题，没问题啊！这熊精彩了，是来接下来参赛者请出列，有请参赛者，好，请问你是？我是台湾摩托跑酷团队。你们团跑酷几个人？我们团队有10个左右的教练。10个，有去拍影片吗？有，我们目前最具代表的正能量作品是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找我们合作拍摄的《艾尔铁血》系列《警察魂》。哎呦，还是教练啊，很厉害。小峰教练。小峰教练，来，你大名？陈博胜。陈博胜，阿胜，你这个什么运动？
我足球中正高工的。哦，足球队的。好，来，这位是。你好，我是王一达。王一达，对，是台湾的空手道国手。哎呦，空手道国手。咱们的空手道、跆拳道都有名啊。对，都每个人可以穿着这个衣服。你上面写的北体。这里是高雄，请问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哦，因为我们现在要为了亚运做培训。哦，在哪里？我们在左营那边有一个国训中心。哦，训练中心。那您这个一定段数很高，能几段？我现在目前三段。三段，世界有排名第几吗？你排第几？现在在二月前，我的排名是第九。啊，第九名？真的假的？那你是台湾第一喽？啊，那绝对台湾第一啊！绝对是台湾第一了。对啊。台湾 number one 啊，台湾 number one， 对啊，第一名，世界排名第九了。那你有打过世界第一的吗？有，我在一月的时候在法国跟了世界第一跟第三打过，然后都赢他们，都赢他们。哇，那你的排名应该往上升啊。对，就是我之前是才二十九，然后是因为今年一月比完以后上升到第九。哇塞，厉害！这两场光荣的战役啊，踢垮了第一名，真的，还有击溃了第三名，上升到第九名，恭喜恭喜！接下来最近的比赛就是亚运了。没有，我们再来还有很多的国际赛，很多的那个排名赛，都是有积分排名的嘛。对，没错。加油加油！那这个已经优秀了，台湾最厉害的。我们今天啊，基本上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啊，来的这些表演团体有没有都是优秀的？都佼佼者啊！现场有要表演踢人吗？有表演。等一下会有一个表演，有一个表演，哇，世界排名第九。比赛完再让他表演。期待的。哦，那就三位呢？我们其他的，我看艺人队也要挑选一位嘛，那就那个姚彪。你是没有别人？我没有别人。那你来干嘛？对，你今天来干嘛？你今天干嘛？我们都今天没打。哎，我有一段很辛苦，你都忘了。辛苦的，又抱又亲的。什么又抱又亲？最惨最累的人就是跟谢欣在那边吃饼干。我现在跟你讲啊，四个参赛者。我们那个董事长准备4000块送给大家。哦，那我要报名参加。对，应该的吧。4000块吧。妙方啊。是妙方董事长。对，董事长今天我们这样面对的朝阳市，你看到多有朝气，多有朝气，要不要？还敢敢有姐。大美，感谢大美，大美感谢感谢。来 ，OK 了，我帮你争取到。好，啊，咱就是比赛一次规矩就好了嘛。没了，来回啊。我没有叫你们背就不错了，来回耶，背真的最难的，翔哥，来回我真的还没有回来过。是，对对，翔哥你自己想啊，我也没办法把你压走，这个是有点太丢脸了。压走会太丢脸吗？对对，我想一下哈，你自己，这个是健身教练，对对对，一个跑步的，这我又跑步，这个又足球队又年轻，对不对？空手道，空手，世界排名第九，可以，这样了，赢他就第八哦，赢他我就世界排名第八，对，这样我第一个好了，好，第一个来回，好了。没有完成的，没有完成了，来吧，来，请就位，大家，记住游戏规则，不能越线，到那边蓝线要过蓝线才能换位置，回来的时候到终点站，必须要双脚落地之后拖环，秒数才会结束，站住拖环，秒数结束，啊，预备，谢谢，那如果没有办法完成，那就没办法了，预备，加油啊，强哥，我是当力士，好的，起来。真的厉害了！哇塞，他比过主，这个比较辛苦，还是跟谢欣咬饼干比较辛苦？如果让我选了，我玩这个。哎，真的很厉害哎！太厉害了！那个啊，真的要像盯住之后拉不到嘞。你刚刚一松手，我就发现你好像都抓不到。真的会抓不到哎！你看，拍到对面太太在阳台都在拍你了。哎呦，真的！我穿的离他算近的了，应该拍很清楚我的帅样。哇，很太厉害，真的太厉害！今天这个大家表现的，真的。哎，我跟你讲哦。刚刚厉害到选手，其他选手说啊，这个艺人了不起啊，真的吗？他们就是这样，有这样说吗？是你说的还是你说的？他们说的，他们一脸就是觉得没有说过你，有啦，你说艺人了不起，对不对？真的啊，你又不是专门健身街头的，真的不是真的到了，你可能会排名会被第八喽。还有世界排名，你好小，你有压力，看我演完，你有压力哦。有，很有压力。来几秒。2866，你来了，哎，郭正亮，郭正亮，你几秒啊？
你记得吗？我上次哦，来回大概啊，大概16吧。啊，真的16，差这么多。可是你的速度很快，你是浪费在那边抓环。对啊，对啊，回来这边有顿了一下，很厉害的，再掌声鼓励一下。阿翔很厉害。第二位，请就位。来，好，第一个2866是阿翔了，加油了，预备。现在4楼妈妈也出来了，快到了，快到了，右手快松了耶！这个是上坡，上坡的阶段。来来来来，同学没关系，同学，没事。我跟你讲呢，他只要半步他就后悔了，后悔了，没想要转正面了，没想。因为他看我抓不太到，累了，抓不太，就抓那个会很浪费时间。你就别让人家看节目，其实不简单，对不对？不容易，他没有成功，所以不算成绩了。对，好，淘汰一位喽。好的，加油喽。哎，阿翔，加油！哎，你现在四千，那已经近1000了呢。对啊，差不多1500，1500了，对。排名哇，不得了了。第四的那个排位赛。来来来，低调。来来来，下面跑步的应该也是。跑步的，我管你你哎，两两。注意哦，想清楚，你不要临时做决定啊，要反过来还是八股？当你一做决定就后悔了。没错。来一备，做好决定了，预备。好，比赛开始了。为什么跑酷这么厉害？手也用的啊，手也要用到力。那我们平常还训练蛮多这种协调性的东西，所以因为他有在，这个比较是核心，因为他有一直在弹跳。你会过墙啊，过什么都要弹跳，脚的用力还核心要用力，所以手它本来就很有力的。哇，你刚那个转身怎么也很轻松哎，一次就抓到，都要抓那个弹力。哦，我也是啊，只是我第一次没抓到。现在呢，刚刚是2866，这个大概没有超过20秒。这个真的大概也有，应该有16秒，16秒，请公布，20以内，21秒，21啊，很快。翔哥的脸，你看，因为他的笑一个嘛，他又没有起到5000哎。那个，你刚是不是忘了讲你第二名的奖金？没有，就第一名而已。就一名了，就做一名呢？对。第二名要鼓励一下。第二名你也不会，不是第二名，人家会赢你啊。他不会，他那么重。世界排名第九，他有压力。来，请就位。他两个压力，他就是压力。等一下哦。加油啊，预备。第二名哦。好，红手道选手来了，他比较重，动不动，动不动哎。他的目前的协调性，对不对？协调太紧张了，他有一点压力大，他整个那个节奏没有抓到，顺了线了，体重有，他现在转，哦，他发鼓，掉下来，协调太重要了，这个游戏。所以是我是第二名，他是第一名，对，第一名是2141嘛，就是你啦，对，但是第二名没奖金，来当属定啊，大来颁发给我们大力士的这位小峰教练，教练，对，洗发精，好，洗发精，来，哇，你还是要继续努力啊，足球选手，是，来，今天还有带来什么表演啊？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我们单手道的型，就是很像武术的套路哦，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叫做演武，就是这个型的意义。对所有动作的攻击跟防守的动作。好，来来，我们就来看好了。好，来看他表演，谢谢。空手道。
王一达对上了唐伟杰。拍电影完了！哇哇哇哇哇！这里，哎，你高你高，好棒！是，非常精彩，谢谢谢谢一达。刚刚没看你在打，哇，一达真的是好有魅力啊！真的，你超帅！为什么穿这个衣服？那个拳出去才啪啪啪。对，有那个虎虎生风的声音。电影还要配音，这个不用啊。而且我们这个也是世界排名第一啊！被打的第一名。你现在是排名？我现在世界排名是85。85。哦，有机会挑战他，就有机会往上。对对对，他是行，我是对打选手。你是对打选手？哦，他打的是行，对的。哦，可是拳出拳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电影还要配音呢？能不能我们这边现场收音好？来来，你就打一下。什么啪啪啪？对啊，你看，我声音看到。好快哦，那个拳！哎，切切，是是是，怎么弄的？是是是是，是是罗道，不是强哥，他还嘴巴没有动，没有，嘴巴没有啊？你想要对练吗？我看你打得这样的，你想对练？谢谢你们带来精彩表演，我们给个2000块奖金。好，谢谢我们两位空手道选手。对，谢谢谢谢。台湾之光的等级啊，谢谢你们。期待你们有更好的成绩啦！好，希望今天安排的节目大家都还喜欢呢。是的，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了，也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锁住名师收看我们的综艺大集合。